好吃哎。跟上次那个凉面差在哪里？面皮就不一样了。它是宽面，嗯，上次凉面它是宽面，宽面只有加油。这种你喜欢听什么歌啊？有些事情我也说不出来。几乎每次你唱的歌，差不多都会红。嗯，你那不是唱那个比利那个吗？啊，什么都不必说。我要当台湾的巨石强森。对啊，你已经有开车技能。开车技能，那个是杰森啊，你是懂不懂啊？今天我们来吃一下凉面，上次是吃福德，这是吃四味。四味凉面什么有名？果汁。果汁。它的果汁有名，它凉面是嘉义的特产。你们一般读过嘉义高中的都会吃过这间吧？对不对？我以前常在嘉义常吃这一间，这种也说不错吃，所以等一下试一下。我们要四个，四大，好，果汁，大，还是大杯？那你的三百料皮蛋豆腐要吗？皮蛋豆腐来一份，一份是不是385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所以果汁里面加什么？这种，你觉得？凤梨啊，芭乐，凤梨、木瓜、芭乐跟柠檬，还有火龙果。这里哪里有火龙果？好吃哎，跟上次那个凉面差在哪里？面皮就不一样了，它是宽面，嗯，上次凉面它是宽面，宽面只有加油，可是没汤。我们下次再去吃台北有另外一间，我觉得很好吃的，在东区本园对面。老板娘说加一点辣，味道不一样，所以来的话可以去看看加一点辣。上次有加辣吗？没有。上次看外带的时候好像有加。我觉得不错，加辣，加辣好吃，加辣少了那个甜的味道了。好吃吗？就你吃不完没关系。可以，然后吃正吃六碗。看亚当已经吃三个了，看。音跳远，虽然我们这里面第二远，因为第一远人在这里啊。第一远，这种你喜欢听什么歌啊？有些事情我也说不出来。因为爱，但是听说你比较喜欢女孩。红雪女孩，哈哈！红雪女孩，红雪。你、几乎每次你唱的歌，差不多都会红。嗯，你那不是唱那个比利那个吗？啊，什么都不必说。他最近唱这首歌跟你们拼的，你看最近超红的，超强。啊，什么都不必说。看着像。我们要加一点辣椒啊。太多了、啊。再重新变成一碗。你看，你看，也当可以啊。轻松吧，不行，太饱了。原来你不是很会吃，太多了。好吃的东西吃到后来，还是好吃，还是吃不下。我要当台湾的巨石强森。对啊，你已经有开车技能。开车技能，那个是杰森啊，你是懂不懂啊？哦，竟然不会开。强森是打架的，他是那个是杰森，那个跳水。玩命关头那个是那个啦，彭迪索啦。你巨石强森跟彭迪索，你分不清楚哦。